看一下，从隔壁爷爷家拿来的。他昨天晚上捡了十几斤的螺，然后把大的都挑给我，大概有十多斤吧。我今天要做什么？做过盐焗，做过白灼，今天做个火焰三吧。啊，下去了。它这个干是不能吃的哈，但是今天我从这个尾巴开始，这些我都不要，我只要上面脆脆的地方。用盐给它抓揉一下，捏捏就可以去掉。如果我跟你说骗这些螺片哦，我骗了一个小时20分钟，你信吗？我信。十几斤哦，我们只出这么一点点，几十秒就可以了哦。大半勺的生抽，半勺的米醋，1/3勺的白糖哦，少许的盐，再挤一点芥末哦，淋上热油。现在我们给它拌一下哦。大概焗个10分钟。我们今天标题是火焰哦，火焰。怎么样？大家觉得我今天要回什么给隔壁爷爷呢？回2瓶酒呢，还是回条华子呢，还是回2罐茶叶呢？这样子，你们帮我做决定，我有点不知道了。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，它比白灼好吃太多了，它比盐焗也好吃太多了。晚上熬热地瓜粥，今天晚上我们就配这个。